天气冷冷，里面就是有落差的、我们以前菜园之前有一直有一个 manager 的，然后呢，那个 manager 结婚了之后呢，然后就跟他太太下去做一个小花圃了。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我们菜园的 manager 还在找人，在确认了。你们等下到时候可以看谁要留下来的话，就直接在这里。等我老板来过来应征了。啊，如果那个菜园有一个 calling 你的话啦。这个是他们之前种的时候，你看。